我是美国人，我不喜欢吃蔬菜，我不担心生病，我只害怕。 你是的怪物吗？格林奇先生，我是格林奇先生，我有一个lucid，我要吃你。格林奇要吃我，但是我不能跑步，因为我吃了太多汉堡。你说了汉堡吗？麦当劳吗？谁想吃汉堡？我想。 我觉得汉堡比美国人好吃，你马上给我你的汉堡。Crap crap crap！ 我吃了太多汉堡。我很喜欢麦当劳。Ronald，我不喜欢吃蔬菜。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 请问你们发送电子邮件到你们的朋友关于这部电影，我想成为有名的 YouTuber。我不喜欢吃汉堡。你不喜欢吃汉堡吗？可是汉堡很好吃。哈哈哈，我错了。我是麦当劳人。你。 不是麦当劳，Ronald， 你是格林奇先生。哈哈哈，我忘记了我自己的名字。哈哈哈。